打开微信，扫码进群，与车友大 V 开启热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超。疫情期间戴着口罩跟你们聊，希望不要介意。只看车不打火的运动车巡礼系列要开始了。复工的第一期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上市的奥迪 RS5 Sportback 四门版。之前我已经聊过一期双门版了，你们在老 Step 上搜徐超 RS5 就可以看得到那期节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过一下重点，来看一下这台四门版。首先是外观的部分，三个重点。第一点就是灰色的车漆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这台实车呢就更加惊艳，我建议你们想买奥迪性能车的朋友都选这个灰色的车漆。那第二点就是轮圈，20英寸，轮胎用的是马牌的 CS6 的运动胎，前后的尺寸是一样的，275/30R20，这也和它前后均衡的 Quattro 四驱系统是契合的。那第三点就是重点了，四门溜背的造型。首先呢，仅看颜值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溜背的线条是非常的流畅的。那这台车的车身尺寸呢，跟双门版有一点点小的变化，高度上是高了27毫米，也就是这么多，长了59毫米，大概这么多，其实两者还是比较接近的。所以即便它是一台四门版的车型，依旧侧面看上去视觉效果是比较紧凑和运动的，并不会显得非常的臃肿，而且再加上还有无框的车门，就更显格调了。只不过空间你就不能奢求太多，像我现在坐进来体验一下，腿部呢就比较紧张，大概是不到2拳，但是头部会比较局促一些，因为已经是侧头发的状态，而且整个座椅的舒适性确实也一般，所以比较适合身材娇小一点的朋友来乘坐，或者像我这样的体型呢，就偶尔应个急就好了。实用性还是比双门版要好一点的，配置还可以啊，还有座椅加热。内饰就是在普通 A4 A5 的基础上集齐了奥迪的运动四要素，碳纤饰板、红色缝线、Alcantara 和全黑配色。最后去看一下后备箱，它有一个掀背的后备箱，我们打开，电动尾门还是比较方便的，开口巨大，有周五连，座椅可以分折放倒，里面的空间非常规整，而且纵深很足够。仅论实用性来说，我觉得它比大部分的轿车都要好了，非常棒。 2.9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是由保时捷和奥迪合作打造的，450马力，600牛米，配的是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，并没有采用双离合。官方公布的加速时间是3.9秒，不过根据我们一贯的经验，奥迪的性能车呀，有很大的几率实测成绩要比官方成绩更快一点。这台 RS5 的 Quattro 四驱系统、托森式的中央差速器和民用 A4 上以前驱为主的适时四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台车的价格84.68万，那现在是刚刚上市，未来经过一段时间价格稳定之后，应该会有相当不错的优惠。和 M4 C63 相比，它的性价比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，开起来它的上手难度要更低一点，更容易把车开快。喜欢开性能车、喜欢开快车的朋友可以来多关注一下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简单聊到这儿，我是徐超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